不喝都。昨天还喝呢，昨天喝、瘦多了。来，米球抱抱来。像那个啥似的，哎呀，他有病，你买。这家伙，你看那小畜。遭罪呀，吵架好像没啥大事。那好像不怎么疼啊。打消炎针得打两针。哦，那不行，再给他打消炎针。闹呢，现在。现在主要是症状瞅瞅呗，俺瞅的是强，比昨天强点儿的。就是不吃。不哼哼了，不哼哼。昨天晚上嗷嗷叫唤呢、躺了一会儿嗷嗷叫叫就上你妈的脑袋那嘎达趴在炕沿上叫嘛，叫完我就抱抱到后半夜给他揉肚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三点了我才睡觉。你要今早上了像小孩似的把抢了一揉吧，他就不咋叫唤，光哼哼，你要不给他揉就嗷嗷叫唤。嗯，我把那化验单都拿着，就我上两家医院给检查的，这是第一家医院给出的，化验单的，有懂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他说他的，好像是贫血，然后白细胞少，然后这个是另一个的一家给化验的，化验出来是结果是说的他中毒，这个地方写的肝肾功能损伤，看。这些项目也咱也看不懂啊，还有这个每一项每一项的数值。这是昨天上了两家宠物门诊，都看了一下，然后今天我准备上那个畜牧站再去瞅瞅，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尽力还是唯美。到这个古城的兽医站了，上这儿来问问。哎，你好，我能问一下，咱能给狗看看病吗？我们这不看，你上那个兽医所。兽医所，那个是姓丁那家吗？对，姓丁姓丁。啊，行，谢谢啊。他这看的怎么样？这个大夫丁。看看就知道。啊，行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兽医室，就是镇上的，就像跟人家似的啊。死耗子他从来都不吃。哎呦，鼻涕啊，淌鼻涕了，是感冒啊、不知道他这是啥症状啊，一会儿还得不行领他打消炎针去。病几天了？哎，要是严重的话就昨天头两天吧，他光拉，就是不是光吐，就吐的那个吐的东西吧，就像没消化的东西，吐了三四天。吐了三四天，但是他精神状态好啊，他你吃食啥都不耽误。完了，我领了还可哪走，还可哪那啥。等到就是前天吧，早晨，完了他就开始就是吐沫子了。头天晚上就没，可能就没就不爱吃东西了。完了他就吐那个白沫子，吐完白沫子呢，那不第二昨天就开始领着下去看了吗？吐白沫他就开始不吃食了，给他啥他也不吃了。给啥也不吃了，你给奶喝点奶粉他也吐啊？没有，昨天吧，就从昨天他就不吃食，后来俺俩领他上林口嘛，完了又给他买的奶嘛，纯奶，完了给他喝点，他也不咋喝，反正可能可大劲儿了，他就喝点。我俩上林口回来，那都黑天了嘛，他就上那个有草的地方，他就去吃那草。吃进去，我跟着他嘛，他吃进去了，他就直接就反出来了，就那种反出来吐的还是那种沫的，就像白沫的似的。至少肚子不那么疼了，好像。嗯的，对，他不叫唤了，完了躺那嘎达吧，他就不动弹了。量量体温吧，感觉好像身上有点热。嗯。关心煤球呢。哎呀妈呀！哎呀。这毛好。这个都是捡的。是吗？真的，他说了。嗯，那个猫也是捡的，他天天早上吐，就头天晚上吃食，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吐。体温还行，体温不少。不少。38.5。嗯。看煤球呢。树叶在身上。煤球在这趴着，他在那瞅。从那个昨天晚上不太疼。我昨天晚上整到后半夜嘛，给我或者我困急眼，我睡不着了，我吃两片安眠药，我挺不过。后来我吃完了，他也老实了，他也再不叫唤了。看着能好多了。
这又给他打了点消炎针，看着样还行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还不吃，啥也不吃啊，你要饿死啊，快来吃点吧，这都成仙了，快点蜜球，原先可爱吃蛋了是吗？嗯，是啊，喝点水还、渴了就行、是。